Okay, guys, I'm back in QQ Speed Mobile. There is a new story mode. I'm about to start it right now. So as you can see, everything in the background has changed. There's a warning. There's an error. So you can see it's like the system of the city has been hacked. And there's an invasion, yeah. There's an invasion. Let's see what this invasion is about. What is going on? Dangerous signals. Okay, there's another one. Oh, what? There's so many now. There's so many to investigate. Investigated one. Let's start with this. Okay. I cannot investigate anymore because I need to do something here. Now there's a story right here, right here. So this is where the story I want to see. Yeah, let's go.我将尽快带领吉星各部门做出补救措施。
吉星工坊已经封锁了所有的网络缺口，吉星传媒也将努力扭转十一城内的舆论风评，请董事会放心。恐怕明天的头版头条除了神秘车手挑战吉星，还会再加一句剑指吉星车神。什么？喏，刚收到的消息，十一城的各大论坛都遭到了入侵，对方公然递上战书约战吉星车神。勇气可嘉，有这份胆量倒是值得尊敬。哼，不知天高地厚。这个车手我倒是从俱乐部的车手那听说过一些，相传他的车技在十一城中备受赞誉，却行踪成谜，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的赛车风格犹如狂躁的火焰一般，所以大家都以赤焰来代称这个人。赤焰，格伦达女士，不如让我直接和他比上一场，这场闹剧自然会停歇，这应该也是最有效的处理方式。静，注意你的身份，你不是普通的车手，是吉星的车神。若是一个无名小卒就可以随意与车神比试，我吉星的颜面要往哪放？这件事董事会绝对不会应允。面对这种跳梁小丑，其实本该置之不理，但音乐节在即，这件事倒是能为音乐节的宣传推波助澜。我打点好媒体后，会安排吉星的精英车手应战，届时宣传。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还请各位接下来各司其职，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散会。静姐姐，你应该知道战书事件了吧？现在整个十一城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公然挑衅静姐姐简直忍无可忍，要不要我替你去教训教训他？不必了，这件事吉星董事会会全权处理。你好不容易来一趟，音乐节筹办期间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带你。哇，这个声音好刺耳，俊姐姐，你的通讯器坏掉了？通讯器没有坏，这是一条指向入侵的加密通讯。初次见面，吉星车神。如果你所谓的见面就是这样缩在显示终端背后，那这的确可以说是第一次见面。赤焰，吉星车神还真是如传说中一样锋芒毕露。我没空和你过多寒暄，通过这种手段找我有何贵干？既然吉星车神如此爽快，那我也不妨开门见山，我们之间必然会迎来一场比试，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放弃比赛。摧毁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静姐姐可还没答应和你比赛，你就劝人放弃。按照这个道理，我也可以说我迟早会成为新一代奇迹车神，你还是趁早放弃赛车比较好。吉星车神，我在等你的答复。如果你只是来说这件事的，我想我们没有继续沟通的必要了。吉星车神，你会改变心意的。这个赤焰的消息，我之前和永泰在十一城游历的时候多少也听过一些，他曾轻易战胜很多十一城盛名在外的车手，车技非同一般，而他的来历和面容也无人知晓，神秘得很。打着谜语的实力车手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静姐姐，你不会是想去调查他的信息吧？
我认识一位天才赛车手，如果是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想要去了解清楚对方的底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当然，这么有趣的事，怎么能少了我小橘子？出发。调查赤焰的信息，为什么不直接动用极星的情报网？我看过赛事中心给比赛选手的相关信息，除了对赤焰的赛车风格的分析外，也没有其他的信息。恐怕任何阳光下的渠道都无法更多的了解这个人。那你怎么不找牧羊？他不是极星传闻中的技术天才，弄点黑情报应该是小事一桩吧。牧羊身为极星工坊的负责人，却为人乖张，一向和格伦达较为亲近，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那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在极星内，为了方便能量网络的铺设，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加密通讯器。赤焰刚刚使用特殊手段入侵过我的通讯，我打算让极星工坊的人看一下，有没有遗留什么蛛丝马迹。原来如此，不愧是静姐姐。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无聊的话就四处转转，我很快就回来。好。每次来双子塔都会被这里华丽的景象吸引，不如就先随便转转吧。哇，从这里望去，整个十一城的风景都尽收眼底。如果哥哥站在这儿，一定会吓得腿软。双子塔内的每一层都有可以休息的吧台，换作永泰一定会无心工作吧。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碎纸片？橘子，我回来了。发生了什么？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凝重？静姐姐，你快来看，这些纸片好像有些奇怪。QSB 的能量储存区在地图上被做了特殊的标记，难道有人试图接近这里？会是什么人呢？我刚刚了解到，极星的通讯器若想强行入侵，至少要熟知极星网格的基础防御逻辑。也就是说，赤焰对极星专属的技术有一定的了解。不错，作为能量存储汇总的中心地区，极星核心技术铺设最为广泛的区域就是双子塔。双子塔内发现了这样一张地图，实在是过于巧合。难道挑战车神不过是吸引目光的障眼法？这个赤焰其实另有目的。有这个可能。静姐姐，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把他请过来盘问盘问？如果是月姐姐的话，她会怎么做呢？如果是月姐姐的话，她一定也会这样做吧？对。我们没有证据，眼下这个敏感时机，也不适合轻举妄动。情况不明的时候，不必自乱阵脚，以免打草惊蛇。这件事我会上报给董事会，除此以外暂且按兵不动，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计划。
格伦达女士，车神似乎在追查赤焰的相关信息。赤焰刚刚在和极星车手的第一场比赛中获胜，眼下呼声正高，这个时候各方盯得正紧，最忌讳节外生枝。格伦达女士，恕我冒昧，您对赤焰的印象似乎尚可。我对他印象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为极星的发展带来什么。依照静的脾气，一定会继续追查。我们这位车神可是有主见的很，放眼整个极星，也就你和台斯最让我省心。牧羊，你帮我盯着静，眼下这个关头容不下任何差错。愿意为您效劳。赤焰的比赛，赤焰挑战极星车手这件事，最近似乎在十一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我看这场比赛也会是赤焰获胜。他之前的比赛简直就是单方面的碾压，对手根本连他的车尾都看不见，毫无观赏性。没想到这种遮遮掩掩的人还能有这么高的人气。突破与超越本质是赛车的魅力所在，胜利者理应迎来欢呼和掌声。这场对战赤焰的极星车手我见过一次，实力不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果然和静姐姐说的一样，刚开局两辆车就十分焦灼，看来赤焰的技术也不过如此。神迹！哇哦，这么漂亮的漂移，我只在静身上看到过。赤焰绝对有匹敌车神的实力。静姐姐，我刚才好像感受到了 Q Speed 的能量波动。静姐姐，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这股能量是他们。这种能量的波动，当年的我无法理解，后来才知道这是 Q-Speed 的实验能量的一种。而这种实验能量，伊甸乐园，他是伊甸乐园的人。星姐姐，你要去哪里？试验的比赛结束后一定会去后台，我必须去拦住他。星姐姐，我和你一起去。Is she doing that something? Oh my gosh. Jing, 你要去哪里？带着橘子走走。格伦达，你赤焰已经在两轮挑战赛中胜出，在十一城的人气也水涨船高，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节外生枝。赤焰来历不明，身份成谜，还涉嫌秘密接触 Q-Speed 的能量区，在这种情况下，格伦达女士是希望我放弃对赤焰的调查。我已经让牧羊排查过双子塔的出入信息，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赤焰曾秘密出入双子塔，更何况就算要调查，也轮不到车神亲自出面。这件事，董事会决定交给牧羊来负责，车神就不必继续费心了。静姐姐，我还想去极星的街上转转，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静姐姐，实验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先想办法脱身吧。我明白董事会的意思了。我还要带小橘子四处转转，先走一步。
牧羊，今后续有什么举动，继续向我汇报。试验还真是和传说中的一样，比赛完就立刻撤离，跑得也太快了。不好，他的车停在俱乐部门外，他想要开车离开。橘子，我们追上去。哦，橘子，左侧有一个陡峭的弯道，可以冲过去，我们走那边。 Starlight。That sounds familiar. 看来你已经迫不及待想和我见面了，吉星车神。你和伊甸乐园到底有什么关系？你终于认出我这个老朋友了，还不算太晚。既然你是伊甸乐园的人，那么我们之间也就不存在什么误会。让我猜猜你们这次的目的。是不值一提的 QSP 的能量研发，还是又打算搞什么不入流的实验？你在害怕吗，吉星车神？害怕？笑话！乐园早已不是当初的乐园，我们的研究足以让赛车界震撼，而我们的实力也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吉星车神，你想要阻止我们的计划？可要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可恶，试验居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次彻底跟丢了。青姐姐，我们，青姐姐，橘子，从今天开始，你不要随意离开我身边。青姐姐。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说这个？抱歉，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比较多，我有些担心。放心吧，无论如何，我都会保证你的安全，一定。What?就在两小时后，我们要不要提前赶去赛事中心？星姐姐，没什么，不必担心。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再逃脱了。我们走近路缩短时间吧。前后各有两个出口，可以让观众进出。那我就和静姐姐各自看守一个。赛事中心给每名选手准备的备赛区也要再检查一下。可是我听说赤焰几乎很少进到备赛区，也不会携带什么个人物品。你看桌子上空空的，只有一片花瓣。这是彼岸花，怎么会在这里？静姐姐，这片花瓣有什么不对吗？月姐姐，难道月姐姐她还……不好了，静姐姐，我刚刚听赛事中心的工作人员说，疑惑的比赛取消了。取消？为什么？好像是今天赤焰本该挑战的车手提前认输，所以赛事取消了。齐星怎么会出现这种不战而败的车手？这件事也在董事会的预料之外，格伦达女士对此十分恼怒。据那位弃赛的车手说，她在赤焰身上感受到了崇高的艺术，为其折服，甘拜下风。虽然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诞，但是发生在齐星倒也正常。按照他的说法，赤焰认为赛车是通往人人向往的乐园之境。乐园？好一个人人向往的乐园。赛车的确应该是一件自由的艺术，但唯独不会是赤焰脑中的艺术。橘子，我们走。静，格伦达女士已经明令禁止你再追查赤焰的事。格伦达应该也命令过你监视我的举动，你尽管上报就是。故事也会成为艺术品的点缀，但如果潦草收尾，哼，那便是缺陷了。静姐姐，你的脸色一直很难看，你要不要吃冰淇淋？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对，没有一只冰淇淋解决不了的麻烦，如果有就两只。喏，草莓味的。谢谢你，小橘子。和我就不用客气了，静姐姐。姐姐，之前在赛事中心的时候好像也听你念过谁的名字，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小的时候曾经被困在一个用孩子做赛车实验的车场中，所有实验中淘汰的人都遭遇了不幸。那个时候的我对赛车充满着恐惧，一度以为自己会因此被淘汰，从此消失。是月姐姐把我从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拉了出来，她教会了我赛车，教会了我坚强，也教会了我如何在黑暗中寻求光明。是她让我重新感受到了温暖，可是我却因为自己的弱小永远地失去了她。青姐姐，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成为一个像他一样强大的人，要遵守我们的约定，去梦想中的极星。星姐姐现在已经是极星的强大赛车手了，月姐姐也一定会欣慰的。这本来是我心头难以自愈的沉疴，我本以为我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治愈的，直到今天。静姐姐的意思是，赤焰和那些人有关。无论是实验 QSB 的晶体共鸣、Z07动力引擎，还是乐园的论调，都和当年那些人脱不掉关系。更重要的是，红色的彼岸花瓣，当年月姐姐就带着一朵红色的彼岸花。难道月姐姐她还活着？但凡有任何一丝可能，我都不会放弃追寻，无论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啊，又是入侵？不，这次是正常通讯。极星的日常事务罢了，不用担心。谢谢你橘子，我心情好多了。时间不早了，我先送你回休息区，然后去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试验十一城落脚点已定位。Who is that at the end?根据十一城范围内的能量感应，城郊边缘的仓储区经常会捕捉到赤焰的能量波动，但我不得不提醒，我只能感应到这一处作用，也就是说，这是赤焰唯一希望你注意到的作用。至于要不要去一探究竟，选择权在你。为什么帮我？这应该违背了格伦达的命令。十一城内极星的循环星辉每次都会在这片仓储区上空消散，所以这里又叫星辰陨落之处，这明明看起来更像一个陷阱。你怎么知道我是在帮你，而不是害你？害我？对你又能有什么好处？好处很多，比如没了你，我就是极星车神的不二人选。你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牧羊，谢了，我欠你一个人情。今晚还有赤焰和极星车手的最后一场比赛，你或许还有机会拦住赤焰。小橘子会努力帮我拦住赤焰。所以你当真要去？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我不得不踏入的陷阱。月姐姐，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恐惧猜忌只会消磨自己的意志，丧失应有的判断力。Is this what she sees? 月姐姐，我会一直陪着你。有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只要他还活着，我无论如何都会接他回家。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他曾经告诉过我，恐惧、猜忌只会消磨自己的意志，丧失应有的判断力。所以，比起无用的揣测，我不如直接去看看赤焰想告诉我什么。愿你旗开得胜，我的车神。整片仓储区，只有这间仓库的锁有破坏过的痕迹，应该就是这里了。Wait, this place again? 这里是伊甸乐园。你终于来了，吉星车神。或许我应该叫你静。这是我为了和你相见精心布置的场景，是不是很怀念？你既然费尽心思引我来这里，总该准备了什么大礼。如果只有这些小把戏的话，恕我无暇奉陪。别这么心急，看在这么多年老朋友的份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当年掩护你出逃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活着。你倒是很关心他的下落，放心，他现在过得很好。如果你能放弃我接下来的车神挑战，我想他会过得更好。不然，我也不能保证。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总得让我和他先见一面吧。你在想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你想要知道他的位置，救他出来，对不对？这么多年过去，你以为你成长了很多，但你不过一直在盲目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你仍然和当年一样弱小，无法与我们匹敌，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当年我可以破坏你们的乐园，现在我仍旧可以破坏你们的计划。真正没有长进的是你们，你们仍然和当年一样，只敢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故弄玄虚。既然你这么有信心，我们不妨打个赌，看看现在的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啊，这股能量波动是……这是吉星幻域能量生成的虚拟空间。地下附近。静，他们追来了。小心，月姐，这里是……会不会噩梦永远都不会醒来了？这是当年我们逃跑时候的场景，我就是在这里失去月姐姐的。不好，是Z07赛车，当年就是这几辆赛车让月姐姐，我得去拦住这几辆赛车。月姐Yeah.
你明白了吗？车神的地位 Q-Speed 的能量的加持全都是你用来掩饰弱小的自己的伪装。模仿和逞强并不会让你变强，你还是当年那个自己，即使重来一次你也什么都无法改变。是你自己辜负了他的期望，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曾经给你留过一份礼物，就在墙边，你自己去找找看吧。这面墙的灰尘下似乎有什么刻痕，遵守着我们的约定来到了吉星，也一直在努力成为可以像你一样独当一面的车手。我学着像你一样坚强，像你一样冷静沉稳。在模仿你的过程中，我总会心存侥幸，或许自己也在渐渐成长，统统都是自欺欺人的假象。虽然我当了车神，但是仍旧举步维艰。在吉星，董事会掌权的格兰达一直对我有成见，牧羊也比我更有才华，我一直都在学着像你一样去应对。你不用安慰我了，我光是维持现状已经竭尽全力了，我自己很清楚，抛开这层模仿的面具，我还是那个弱小的我。月姐姐，我终究是没有办法变得像你一样强大呀。即使重来一次，在幻境中，我也没能救下你。这样的我，真的能战胜伊甸乐园吗？我还有再次见到你的可能吗？So what's gonna happen now? Is she taking over?检测，他居然拥有和静姐姐不相上下的 Q-Speed 的同调率。他居然拥有和静姐姐不相上下的 Q-Speed 的同调率，并且在实胜后再次当众提出要挑战吉星车神。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各界媒体为之哗然，董事会不得不紧急停止转播，另作定夺。偷偷潜入吉星，接触吉星 Q-Speed 的人肯定就是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静姐姐，董事会一定会同意他的提议，他的计划真的成功了，我果然什么都没能阻止。原来这么多年过去，我真的什么都没能改变。牧羊刚刚和我说，董事会打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相关事宜，很有可能要启动新的赛事。静姐姐，你处理完手上的事物，最好可以尽快赶回来。回去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觉得我足够战胜他们。其实我倒是很希望董事会可以同意赤焰的挑战要求。为什么？静姐姐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赛车手之一，一定可以战胜赤焰。以前我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静姐姐总会来帮我渡过难关。在我看来，静姐姐每次都做到了我难以想象的事。虽然马特哥哥是个笨蛋，但他的机械水平也是我无论如何也模仿不出来的。能完成模仿本身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果然我还是不太会安慰人，但是赤焰从一开始就不断强调让静姐姐退出这件事。有没有一种可能，赤焰并没有把握可以战胜静姐姐，所以才一直在装神弄鬼？你的意思是赤焰是虚张声势？虽然我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我眼中，静姐姐就是静姐姐，是最强大的赛车手。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支持静姐姐的。静姐姐，你回来的时候从双子塔东边的小路走，那边我看过了，畅通无阻。我也拜托了牧羊尽力去拖延会议的时间，坚持到你回来。他虽然没正面答应，也算是默认了吧。我也很开心能认识静姐姐，那我们双子塔见。嗯，我们双子塔见。月姐姐，虽然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像你一样强大，但是哪怕我只是一个模仿者，也有人相信着我。哪怕我毫无长进，我也要再次尝试把你救出来。月姐姐，只要还有可能见到你，我就绝不会放弃。我还是那个弱小的自己。结束，很抱歉没能等到你回来。没关系，橘子，辛苦你了。台斯，董事会上做了什么决定？格伦达对赤焰十分看重，认为他没有受过极星的同调律训练，却能和阿静持平，拥有不可限量的潜力。最终董事会决定举办车神挑战赛，如果他能获胜，有可能会再次考虑极星车神的人选。这会不会太草率了？抱歉阿静，我虽然提出了反对，但是格伦达女士执意如此。我不必在意，格伦达一向坚持极星的利益至上，做出这个提议也在预料之中。谢谢你们，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处理吧。静姐姐，你要去找他吗？自然，对手的赛车尾焰已经燃起，我又怎么能临阵退缩？静，你能出现在这里，真让我感到意外。恐怕以后还会有很多你意料之外的事。在比赛开始之前，不如我们先立个赌注。什么赌注？如果你赢了，我的权力、车神的地位，甚至是 QSB 的能量，我统统可以拱手相让。这倒是有趣，既然极星车神这么有诚意，我不如也大方一些。如果你赢了，我可以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一切。正合我意，那就试试看吧。What is this part then? It's an extra here, I think. Okay. Alright. Wow! 50 minutes on that story.
But it seems there's an extra here. Let me just take a quick look what this is. Okay, I can't really translate that, but we got a new character here. Another character. 艺术是被压抑的欲望在幻想中的满足，是每个人心底最深处的追求，而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是一个艺术家穷尽一生所追求的极致。好在我已经发现了那个完美艺术品的胚胎，它将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每个人都有一条坚持要走的路，哪怕旅途艰辛，哪怕事与愿违，我都会坚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Okay, so far that is it, but doesn't look like it's done. It's 8 out of 22, so I think there's gonna be more chapters. That was just chapter 1. I think chapter 2 and all will unlock once I unlock more clues. That's my guess. Maybe more clues are unlocked, the more story progress. So yeah, that's what I think. So yeah, I think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chapter 1. Wow. Yeah, so far that is it for chapter 1. So yeah, until I unlock chapter 2, that'll be it for the video. So,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See you guys next time.